他是高伟光，他以高挑俊朗的形象、绅士风度的举止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。在《三生三世枕上书》中，他演绎的东华帝君深入人心，让观众看到了他作为演员极高的可塑性。掌声有请我们的获奖演员到我们的舞台中央。同时呢，我们要请出颁奖嘉宾康红雷导演和张戈秘书长，有请二位领导。好的，祝贺我们请颁奖嘉宾和我们的获奖演员合影留念。再次恭喜我们以上获奖的演员，恭喜他们。好的，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回台就座，谢谢。那也请我们的获奖演员分别发表你们的获奖感言。恭喜任重。感谢人民日报，感谢环球时报能给我这个荣誉。影响力这三个字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动力，让我对未来的憧憬更加的坚定。今天台上台下的诸位前辈们给了我很大的能量，我会继续提高我自己，谢谢。接下来这一扎老师。谢谢主办方人民日报环球时报。谢谢，再一次恭喜我们的获奖演员，请回台就座。好，请落座休息。我们看到这些演员都非常的年轻，应该说影响力，用在他们的。